行，你随时回头，我都在你身后。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在家待着？哈，我没事儿。爸，您最近看手机新闻了吗？我不看手机新闻，手机新闻看多了对眼睛不好，你也少看啊。啊，不看好，不看好。没事，看看，我了解了解实时情况。用不着，你有什么话直说吧。哎呦喂！爸，老二公司出事儿了。就这事儿啊？您知道？您不是不上网吗？我不上网，我不能看报纸啊。那您就不管管他？我管什么呀？老二把公司管得好好的，你说我能管什么呀？您是不知道，老二现在被打得可惨了，到手的资源愣生生就被人给劫了。你消息倒是挺灵通啊！那是我好，咱不说老二呢吗？你怎么又扯我头上了？你这三句话呀，两句话没离开你弟弟，你是想看他热闹呢，还是真的关心他呀？那我肯定是过。我肯定是关心凌氏集团啊！不是，您想想，那虽然咱们现在李宁卫自主权很大，但它毕竟是咱们那个市的，咱们利益是共同的，对不对？而且，他凌玉再怎么着也是咱们凌家的人吧？哎，是您的儿子，那打他不就是打您的脸吗？您说对不对？不是，您笑什么呀？我笑你啊。终于长大了，知道站在集团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。那不都得往前看吗？在我的记忆里，你长那么大，我还真的是头一次从你的嘴里听到你那么关心你弟弟。我可没关心，我关心咱们凌氏集团呢。行，不管你关心的是谁，我会留意你二弟那边的。林总，我们的声明发出之后，并没有受到很积极的受众反馈。法国那边呢？大概也是听到了一些风吹草动吧，暂时也不想跟我们合作了。顾元朝这次真的舍得下血本。林总。顾元朝他得知道我们的筹码才能跟对方谈条件，但是我们的合作方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，并且那几个品牌也没有官宣，他是怎么知道消息的？我担心的也是这个。您的意思是，我们公司有内鬼？有人要吃辣味煲仔饭吗？你来了，嗯，给你留了一份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做好久。只学到了我的两成功力。那你就别吃了呗。哎，可能是最近太累了。啊，吃饭的力气都没有。那我问你，也不是不行。好吧，我问你啊，
站大一点。啊。啊。你是故意的，你就是想噎死我，然后继承我的花呗。你要喝吗？这个是你喜欢的味道。待会儿。其实呢，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。最近网上会有很多胡说八道的事情，是关于我跟……我知道。你放心吧。我在论坛混迹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不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啊？这些讨流量、讨狗血的爆炸小新闻，怎么可能骗得过我？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？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不会委屈。